尼泊尔一个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国家，属于亚洲古国之一，北边和中国连接，和西藏以一山喜马拉雅山为界。今次周美凤就带大家来到这个角度看尽尼泊尔。现在这里就是尼泊尔，现在上紧山就去做什么呢？就是看这个喜马拉雅山，对着来看它的日出，觉得太阳应该就在喜马拉雅山那里上来的。相信大家都在睡觉的，现在我就出发去了。